猪皮被打掉了，以为猴子回了，这波威威尔的 top 整个 top 都是没反应的，一定猜不到猪，一定猜不到猴子带的，要E要E了，W A 一下少分出来，少分在干嘛？少分打了闪现，喂哟，谁都猜不到少分在了，热赛这个闪现挡 Q 太顶级了。哇，闪现挡 Q， 不然这波猪女死不掉的。猪女有踢，要拖到猪女踢下来，小电能一打二吧。多人再撞起来，被撞起来，天，天，哇哇，被敲出一碎，直接秒掉了。他奥恩熟练度有点高哎，还要硬直吗？这个硬直的。哎，但威沃的有大的大柱。进不去 ，A 个一岁，哎不出来，哎一岁没了，要被换吗？最后一下封神，不会被换。米老鼠来喽，米老鼠，开射，怎么说开 W？ 闪现跟，摇闪，摇闪去，有进化，伤害硬灌死了，还有丢丢丢，安吉拉有闪的压力不大，还有 W， 哎看见艾离了，看见艾离了，艾离跳了。哇，艾迪纯害人，那豹和老鼠都要死了呀！能换掉，能换掉，抱一下，换不掉，换欧文，欧文。哇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艾迪 Q 八要气晕。而且我打起来，如果说少分死掉的话，这先锋不一定放出来吗？对，有可能胎死腹中啊，这波这先锋直接死在肚子里面了。来了，别动！米老鼠进化被打出来，不让猪女回，回个伤害有点高啊，惩戒抢到了，来了，直接进去攻，这波 combo， 都 combo。电玩老鼠巨锤直接交闪拉走，还要过来找吗？小天。变成米老鼠不会玩，赶紧变回来，还逼了一个闪。怎么说这先锋？先锋，先锋，先锋很急。先锋还有二十多秒，还能顶得住应该。猴子又没大，自己肯定感觉不到压力啊。这边亏，上路花点血。但是打野在后面哦，小天没被发现的，这是必死了呀！翻头了呀！这位置是必死无疑了，还想操作吗？操作！喂呦，他还想操作一下，这一下夹出来了，还能再玩一玩。先锋还有踢的，两边上单都没大招的，都是能踢过来的。大招直接开，找勇找 CD， 猫咪也玩得随意随心吧，兄弟。先锋还要拼城，哦，已经到了，猴子大招，没大的，直接找左手，猴子上来就没有半秒了。哎呀，少分兄弟，他好能打。这就是版本七零的打野吗？飞机直接飞离。哎呦，猫咪来了一口，双方还没死。哎呦，这波你拿先锋，我哪里人？哇，在一家一年打野，不是猴子也太变态了吧？配个猫，相当于就单杀维克托啊，满血，都还不了嘴的单杀。对他这个等于是什么？他这个等于是二打四，杀了四个，优势真有的呀。还要小龙打吗？惹赛不在，猪是先到，差一下被动 ，A 被得到，猴子没大的，哎，在操作猫和老鼠，猪一个毒爆，还有毒，还有毒，有盾吗？为了汤不死，最后一下没跳死，小龙是拿到还行，滔博，这不 TS 是不在的呀，这样打小龙。大招要找，找小天来了，找天机阳，只能把那个位置转了。说实话，对，只能往那个位置闪，那这没办法呀，小天也没有逃生空间了，除非反向闪现。我的想来开吗？要找，哎，惹赛一个人，被红 buff 粘住了，坏了呀，有点凉啊，走不掉咯，没有果实。你再肉也没办法喂。这波是看到飞机去上了吗？是不是河道蟹看到飞机往上走了，所以才敢种热塞啊？
大龙给压力，有照照一下，发现你没动手。哎，在骗，在骗。热塞顶在最前面，自己很肉，大莽肉撞进去了。按错了，兄弟。想按 W 的吧？这包是按错了呀，这 B 是按 Q 或 W 的呀，怎么可能按 E 呀、啊？但是别急，老鼠这个位置，前面没前排，不敢往前站。老鼠也没大的，老鼠开撞了呀！老鼠要开始射，被晕了，被姐姐坏了，向下合力了，换主角了。大龙这边还能打吗？猴子有准，大招马上好，找份。看一下飞机这边还有几发 TS， 九秒钟有 TP， 要等 TS， 能不能拖到 TS 活？都不算活。小分这边有大的，小分来了，这边有小分，全部一滴血，全都是一丝血。哦呦，这一波如果一个没杀掉的话，感觉啊 ，unbelievable！ 红米发，微博记在玩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，哎，感觉老鼠现在只能出飓风了呀，他如果想 C 的话，对。下路没闪上来又要被抓了，感谢、哎、一个叶被断了、哎、直接叫羊要被空刀闪，撞不出来啊，撞出来撞出来也没用了，队友都来不了的，烧分不会也要送烧分、啊、有大的开大的，猫猫赶紧跑，哎，泽利想送，哇哇，土耳其库奇来点用啊，土耳其有用，库奇都没用啊，哇，土耳其这波真尽力了。好，我应该要等一下威沃的大招。巫女没大的，还在持续施压，装自己有大过来，要动惹赛吗？哎，这个位置惹赛可以叫羊了呀！烧分，谁来开？来来了！叫羊！闪现！哇！这个老马是死了，他怎么被秒了？那感觉完了呀，老鼠也没过。有机了！一个小猫也做不了什么，剩一个烂肉欧文鸡也播了呀，鸡呀、啊、直接压播了，老弟声音很小的声音 crazy， 猫咪只能在家里黄豆流汗，看看他要去哪，看看欧文要去哪，他是最有理解的猫咪，直接不要了，给了，想在自己家的水晶上画上一个大大的黄豆流汗，他想变成盾山附在防御塔上面，我操我操，这个激动，全体兴奋，我我我我抱一个抱一个，感觉夺冠了，下期赛冠军了，啊，直接走了，史密斯，哎，那、啊、怎么去那边啊，史密斯怎么从那边开门走了？我操，这边还有门，这么顶级，喂！哦，那边是吃饭的地方。你不知道了？对，那边是吃饭的地方，啊、老子记得。你怎么去过黄河基地啊？他妈去玩过。从那边开门是去吃饭的，从镜头那边开门是去会议室的。还真吃饭去了。我操，他们都吃饭去了，那我也去吃饭了，我也去吃饭了，确实他妈该吃饭了，兄弟们。